Good day to everybody. 大家好. My name is Bhaskar, Healer Bhaskar. 我的名字呢是 Healer Bhaskar. Now I am going to educate anatomic therapy.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老师呢，要跟大家来讲解有关人体的解剖学。 Normally, if disease comes, we go to doctor. 通常如果我们生病的话呢，我们要去见这个医生。 In all the world, the doctors are giving medicine. 所有世界的这些医生的话呢，他们就给予这个药物。 Scan report, blood test, extra. 那所有的这检验，身体的检验，或者是血液的检查。 Recommending for operation. 那我们会建议一些手术。 But in our therapy, there is no medicine. 然后在我们这个治疗的方法里面呢，没有任何的药物。 No need for operation. 不需要开刀，动手术。 But we can cure the disease. 我们可以治疗这治病。 Diabetic, BP, cancer, AIDS, any kind of disease can be cured. 不包括了有关糖尿病、血压或者是癌症的所有的这个治病都能够治疗。这个叫做人体解剖学的治疗法。 我的名字呢是 Healer Bhaskar， 来自印度，是用以英文来作为这个讲解。然后小弟呢，这个Warman John是以英文来翻译成华语。我这本身呢是 Warman John， 我是 Healer Bhaskar 的学生，the student from Healer Bhaskar。 然后我们非常合作的，能够将这些 Healer Bhaskar 的这些学说呢推广。 那我们看我们这个治疗法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如果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呢，能够治疗我们自己，可能你在开始的时候呢不相信，可能你听解了，然后了解了，听完了之后，我们的讲解就会深信了。我们的身体呢自己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 如果有五种的障碍在我们的身体产生的话呢，我们就很难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有五种的这种的障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如何将这障碍去除？我们需要这5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做这个解析。所有的有病痛的这个病人的话，都能够看这是我们的录影。 那通过这5个小时过后，你可以自我的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只需要这5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用这英文将它翻译为这个华语。我们需要大约要10个小时的时间，不用担心，就是我要那么长的时间来看，不需要。可能你这个痛苦的话是20年或者是10年的这个病痛。 为什么你不要用这10个小时？我们有信心能够帮到你治疗你的这自己的病痛。我们不给任何的药，我们不给任何的药方，所有的治病你自己可以治疗自己的病痛。在这10个小时里面呢，你要学习，要教育跟大家教导的。我们的老师会跟我们讲有关什么是我们的身体，身体的结构。 所有的这个内部的器官，我们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疾病从何开始？从哪里来？为什么有一些疾病、有一些病痛不能用这个药物来做治疗呢？为什么有些人他们有这些糖尿病或者是血压的疾病的话，他们拿了这个10年、20年的这个药来吃？那怎么样能够来治疗我们自己？ 这些技术，这些的这个智慧，我们的老师懂得，这是你自己本身的，是自我治疗。那我们要告诉大家来分享这些技术，然后请大家很仔细的来聆听，然后只要听1个小时，如果这1个小时你认为有兴趣的，对你有帮助的，你可以继续。现在我们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她可以这个怀孕生出8个小孩。
怎么样能够这个怀孕呢？然后生产做这八个婴孩呢？完了，他是每一天的话，他吃这个食物，然后就能够生孩子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它会准备怎么样来制造我们的眼睛、鼻子啊、心脏啊等等，它自动的会去制造。我们看到这个，请注意来聆听一下，这个母亲她能够生了孩子，他们有这个眼睛啊，有这个心脏，我们有这种的知识。那我们有一些这个知识的话呢，从这网际网络里面读到，然后得到这种的资讯。那有一些这个智慧知识是在我们的身体本来就居住了的。然后我们的老师要问大家问题，请大家回答。我们的老师问大家，一个母亲她生了孩子，她有这种的器官，有关这个心脏或者是有这个是肾脏，她这种的制造是谁来给她？是外在的这种的知识呢，或者是本来拥有的这智慧呢？这是自我本来拥有的这种智慧所产生的。为什么有很多这些治病，这医生的话都不能够来医好？所有的这些医生，他们所得到的知识是外来的这种知识，那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话，是自我本来拥有这种智慧，当然我们就能够来医好我们自己的病痛。我们看到，母亲呢，她可以生个五个孩子，每一个孩子的话都有一个心脏，有五个心脏，然后每个孩子有这个两双的这个眼睛，那是实质的眼睛。我们看到有些母亲，他们如果在心里面有孔，医生来讲我们需要动手术，要开刀，然后我们才能够医疗这心脏有孔的这病痛。我们看到他已经有这个五个孩子，我们看到有五个新的这个心脏，然后有实质新的这眼睛。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自己修复自己的身体呢？其实我们可以自我治疗自己心脏有孔的病，只是如果我们有一些障碍在我们的身体，就不能够医疗，不能够医治。那我们看到这个什么是五种的这种的障碍，这种的在身体里面，或者是怎么样能够来修复我们自己的病痛。那我们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有一些面粉，它的品质不大好，我们可能做一些扎巴蒂呢，印度的面包或者是一些面包，没有人要吃。为什么？因为原料这种的来自面粉的原料呢，它是次等的不好的原料。我们如果我们的来源，我们的品质这个是不好的话，然后我们的产品也是不好。然后用这种的例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心里呢，他知道如何来修复这种的心脏有孔。我们身体里面需要有一种的维他命矿物质，如果我们的血里面这种的品质不大好，它就不能够来修复。如果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我们所拥有的这种的营养的元素，有关维他命或者是矿物质，它品质是很差的话，我们不能够治疗自己。我们怎样知道我们得到这种的清净的血液，那不需要任何的这种的药物。第二种的障碍，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没有盐分，没有盐巴，我们不能够怎么样来做这个烹饪。可能你准备的所有的这些煮这个食物，没有人要吃，因为在我们的食物里面没有这个盐。如果我们没有盐分，这个味道的不好，所以我们的食物呢就不能够准备的好。我们虽然身体里面拥有这种的智慧，能够，但是身体里面缺少了这个盐的这个盐分呢，素质的原料，我们身体就不能够启动修复。然后用同样的原理呢，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呢就好像在厨房。我们所身体血液所需要的这种的矿物质或者是维他命，就好像厨房所用的烹饪的原料，我们的身体它懂得如何来修复心脏有孔，是吧？比如说我们的身体需要有的 zinc 这种的矿物质元素，但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这个锌，这个 zinc 的这个矿物质，那我们的身体啊要等到有这个 zinc，
那我们的身体呢不能够修复。如果我们的血液里面它缺少了某一种的矿物质或某一种的维他命，我们不能够来治疗或修复自己的病。那我们要看怎么样能够将这种的方法把它改善。如果我们能够改善这种的障碍的话，或者是去除这个障碍，改善得到改善的话，我们就能够医疗自己的心脏瘤孔的病，第三种的这个障碍。那我们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呢，它有它的这个数量，它的数量呢，比如说它的粘度啦，或者是日数等等。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呢的这种的品质比较差的话，可能我们的身体就是变成了这个贫血。如果我们的血液不够不足够的话，我们贫血，那么身体的话就不能够医疗。我们贫血的话，我们就血液不够，我们不能够修复自己的身体。那我们能够来得到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血液的数量，来得到足够的数量。第四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头，心念。如果我们的念头呢，如果它是衰弱的话，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身体也是衰弱。很多种治病都是来自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心呢，不能用这种身体的体验或者是血液的体验来看我们的心念它的健康不健康。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我会给大家一些例子。我们可以到朋友的家，我们的朋友呢给我们这食物，我们吃了，那我们说他问我们这食物啊好不好吃啊，然后我们跟他讲，哇，这真棒啊，真的好吃啊。然后过了十分钟后，他问你这个食物是谁吃的，然后你跟他讲，哦，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是我刚才吃了，这非常这个棒的食物。哦，我的天哪，刚才我看到有两只的老鼠，死老鼠在我的食物那边，你马上的话就呕吐了出来，刚才所吃的食物。我们告诉大家，要问大家，这种的呕吐呢，是你的身体呢，或者是我们的心念呢，来做这个呕吐呢？我们的身体有三种的这个元素，我们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念，还有我们的意识。这个呕吐呢，不是身体所做的。如果我们马上吃了，马上有呕吐，这是身体的反应。如果他的太太告诉你十分钟过后，你再来作为这个呕吐的话，这也不是从身体，这是不是我们的心念呢？也不是从我们的心念，这是我们内在的这种智慧。然后在我们的自我的智慧里面呢，告诉我们已经记录了，如果我们吃有毒的食物，毒品毒的食物，我们会死亡。然后我们的这种智慧它已经是走下坡了，然后我们的心念也是不能够完成正常。然后我们的身体的话呢，它就自然的反应就会做出这个呕吐。我们知道从呕吐来讲，这是我们内在的智慧的反应，不是来自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心念。从这种例子我们会了解 There is no disease in the body，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病痛。我们的身体只要知道能够来帮忙，每一秒钟我们身体就做这个修复的工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就在自我的恢复治疗。这来自我们的心念，这来自因为呢，这原本呢来自我们的自我的智慧。没有任何的这种的治疗是要治疗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心念，我们需要治疗的话是我们自我的这种智慧。为什么我们的老师用5-10个小时来做讲解呢？如果听了我们这是我们的讲解之后，我们的所有的治病在我们的智慧里面呢，它将会完全的消失。如果我们有很良好的这种的智慧在我们自我的知识里面，我们就能够有好的健康。在我们这是人体解剖的学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疾病是来自我们的身体或心念，只是来呢是来自我们的自我的智慧。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再给两个例子，可以来检查我们的血液，
血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血糖。那如果将一个条的蛇然后把它丢在你的身体里面，马上的话呢，我们的血糖血压马上飙高。通常呢，我们将告诉大家呢，如果你是有吃这些糖分比较高的食物呢，你的血糖会高。如果我们吃很多这盐分的食物，我们的血压会升高。我们是没有吃用任何的盐啊，或者是这糖分，为什么我们的血压或者是我们的血糖呢会升高呢？这请这个注意，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这种的智慧里面，如果我们有是给蛇咬到的话，我们马上会死亡。那这种的知识呢，这种的智慧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受了影响，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变成了这个衰弱。马上即刻的你可以立马看到我们的血压或者是我们的血糖就会升高了。请大家明白，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任何的病痛而治病的，通常呢它是来自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这种的治病呢，心病它是来自我们的智慧。如果大家还是不明白，我们老师会再跟大家做做更详细的这个解析。我们看到有五个月的婴孩，他在床上躺坐，那我们可以给他任何这种的有毒的食物给这五岁大的婴孩，然后我过了十分钟，我们告诉这个婴孩，你吃了这种的有毒的食物了。我们看到如果那些人呢，这个婴孩他不会做这个呕吐，因为没有任何的记录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如果我们有吃这种的有毒的食物呢，会受影响，在他的这智慧的意识里面没有。我们再做一个比例，用这个蛇然后在婴孩的身体里面把它围绕住，婴孩的话他的血压或者是他的血糖它不会升高。我们要了解到，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治病所有的这个病痛呢是来自我们自我的意识。然后第五个障碍呢就是我们的心念，没有人去这个在乎有关这个我们自己的心意。不管是我们在打喷嚏也好，或者是有任何的病痛，都是来自我们的心念。然后如何现在我们的老师来教导大家，将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维持有这个平静。我们只要有在休息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会产生这种的修复和治疗。然后我们现在是睡眠的时候呢，不需要任何的这种的知识或者是心。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休息不需要这个心来操作，我们的身体它会来作为修复。当我们在醒来的时候，醒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才会活跃。那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呢？那我是某某人啊，我是住在某某的城市啊。那我们想，我们是糖尿病的病患者，那我们的糖尿血糖的话它就会升高了。在早上我们想我们是高血压的病人，所以我们的血压一定会飙高。如果我们是有妇女病的妇女，他们想我有这个妇女病的话，妇女病的话它就会产生了。如果我们想我们的头发会脱头啊，会这个有秀头的问题，然后就会脱头了。而我们在白天我们想什么的话呢，它自然的话就会产生。如果我们想我们自己是一个比较衰弱的，然后你自然的话变成了衰弱。如果我们是非常有积极的，非常想到我们身体是很强壮的，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积极和强壮的身体。什么治病是不在乎，最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自我的想，自我这种的意识呢，就是能够产生这种的结果。通常我们呢在一起的话，有集合在一起这种的场合，我们刚刚讲些什么呢？就是讲这种的治病。我们如果问大家大家好不好啊，这样很好啊，那我们在你的现在的健康怎么样啊，问啊，比如说我是有糖尿病的，已经有5年了。
如果我们讲我们自己本身是有糖尿病患者，我们的病患就越来越加重了。如果我们一直在注重在我们自己本身的病痛，我们的病痛越来越深。很多人很高兴啊，告诉说我是一个病人，那如果人家问你进来的状况好不好啊，你看我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这个安宁和和平，然后这样子好了就停止了，不要告诉你有这病。然后第四种的话呢，就告诉我们大家我们的心念，然后如何和大家保持维持这个比较宁静平静的这种心念。然后第五种呢，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本来的这种的智慧。其实我们这种智慧呢，本来就建立在我们身体里面，有的时候呢它还是会有这个不能够操作。如果我们身体的这种的自我的智慧它衰落，它不能够操作，我们的身体也不能够操作。我们的身体就是有五个手指罢了，我们有四个手指还有一个拇指。那有时候我们一些婴孩他们有五个手指还有一个拇指，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的里面所拥有的智慧呢它也不操作了。为什么有些婴孩呢他们很多种的病痛，就因为母亲她身体的本来的这种智慧已经不操作或者是在衰落了。如果我们的身体内在这种的智慧它不操作，然后它不能够来这个实行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来自我治疗。我们要了解到，如果我们的心脏有孔，我们可以自我的治疗。如果这五种上面的这种因素呢都能够恢复正常，我们能够治疗和修复自己。如果我们呢这五种的这因素都不具足，然后或者是两三种的因素都不具足，我们不能够帮自己。为什么有些人呢他身体里面有这种心脏有孔，他不能够自我治疗，不能够修复，为什么呢？这五种的因素他不具足的因素。那我们大家来作为一个这个教导，怎样像这五种的因素啊来把它这作为一个修正。如果我们有五种的修正方法，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医生，不需要有任何的手术，不需要有任何的医药，我们可以自我的治疗心脏有孔的这病，肯定非常的这有信心的跟大家这个讲。好了，现在我们来了解如何来自我修复，如果自己心脏有孔的这种病痛，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一些因素呢，原因我们不能够作为这修复自己的病痛或者是一些治病病症。然后在这堂课里面要跟大家讲解如何将这五种的因素呢把它调整。如果我们有些人跟随着我们的这方法，在六个月的时间这五种的因素能够调整的话，他就会能够修复他自己心脏有孔的病痛。很多人在看我们这个是录影，我们可能要等待我们自己的这种治病，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可能是有这种的糖尿病，可能是有这种的高血压，或者是有这个气喘。我们身体里面呢任何的治病我们不管它，我们治病都好。我们有这个四百种的这个治病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要告诉大家来治疗自己的心脏有孔30分钟。如果这一种的治病用30分钟，4444种的治病的话呢，你乘30就很长的时间了。如果能够将这我们的心脏有孔的修复法能够调整，这种的方法来运用，可以在运用在任何的治病上，从我们的从头到脚所有的治病病痛呢，是因为这五种的因素。那每一个人来问他我们的治病要怎样治病，这和我们的老师都跟他们讲说同样的道理，是五种的这个因素。我们成立这种的自我这个人体解剖学治疗的基金会，
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够医疗，能够修自己的病痛，如果这五种的因素都能够具足，都圆满。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我们会给两种的这个例子为大家说明。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有眼睛视力有问题，可能是有这个近视，或者是有老眼花，那我们的视力呢，它一直在增长，我们的老眼花或者是我们的近视是不是越来越增加呢？如果我们的眼镜的这种的视力，它的力量它的力度啊一直在增加，我们的眼睛的视力就是在退步了，那么这是正确的治疗法呢，或者是错误的呢？我们到医生那边得到，要有求能够得到这种的医疗，然后给我们这种的我们的眼镜，然后每一次的话，我们的这种的度数一直在增加，然后我们的眼睛的力量呢，视力呢越来越衰退，这个不是正确的治疗方法。其实我们有这种的远视或者是这种老眼花，并不是我们的眼睛的视力量，这可能是我们的五种的因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只有我们的眼睛它会来自我的治疗，自我的修复，可能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某一种的矿物质的因素呢，它缺少了，缺乏了这个三联，所以我们不能够修复自己。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缺少了某一种的矿物质，是某一种的这种的维他命，所以我们不能够修复自己。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数量的它减少了，所以我们不能够作为修复。我们的心念它不能够正常的操作，所以不能够做修复。在我们自我的意识里面，我们的智慧里面已经有这个记录，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是这样子了，不能够做治疗。那我们的身体，我们眼睛的视力的细胞它已经不正常的操作了，我们的眼睛可能有这种的我们的有这种的近视或者是远这个老眼花，不需要任何的药物，我们能够恢复正常的眼睛的视力。我们这五种的因素一定要把它调整，我们会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用六个月时间，我们的眼镜就把它丢掉了。然后第二种的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是肾器官，它已经就要做这个是洗肾了。如果我们的这个肾脏的功能已经50%不能够正常的操作，都让我们到医院去，然后开始要做这种的洗肾的，然后可能是每一个月去一次吧，可能过后一段日子后，在每一个月星期就要洗一次做洗肾，那可能是5天一次。为什么这种的数字这数量一直在加深呢？我们要了解，如果我们的数字更多，或者是我们用药的药物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是我们的病痛的话呢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肾脏的问题，肾脏的它不能正常的操作，这不是肾脏，是我们身体的因素。我们自我的这种的肾脏它能够自我的修复，我们的这种的肾脏它需要某一种的矿物质的元素，可能这种的矿物质的因素呢，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它的数量它们这个品质太差了，可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不够这种的数量，可能我们血液的数量呢贫血不够这个血，可能我们的心念不能够正常的这操作，那我们身体里面自由自在的我们的细胞，在我们的肾脏的细胞的智慧呢，它不能够正常的操作，任何的这些有肾脏有病的病人来见到我们， We will educate how to fix this file。 那我们告诉他们如何来修复这五种的因素，如果能够来跟随着我们的方法来做，我们肯定的大家能够修复自己的病痛，恢复健康。如果每一天都来做这个洗肾的如果来跟随我们的方法也5个月时间，
可能过后的话是每两天才去一次，如果通过了这个九个月，我们是可能是每一个月只去一次的做洗肾，然后通过了这一年之后就不需要再洗肾了。这个请明白，这个是真正的治疗方法。如果我们呢所有的这些治疗方法越来越多，或者是我们用的药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话呢，我们的病痛是越来越加重了。通常的好的医生，他们能够很强的这种的这个是我们的药物的成分要比较重一点，然后每一天的话将这种这药物呢越来越减少，然后通过了六个月到十二个月，这种的治疗法就停止了。那请告诉大家，要告诉大家，如果用我们的方法，在六个月里面呢，所有的药你就不需要再用这些药物了，不需要马上的停止这个用这个药，这个用这个每个步骤慢慢的，我们的其他的治疗或者是这种用药的药物来治疗的话呢，慢慢的来减少。如果我们将这五种的因素把它调整，把它调理好。然后我们的肾脏它是自动的会恢复正常的工作。如果大家来问他怎么样来，我有很多病啊，这病啊病，我们的老师就会关着眼睛，然后静坐，就告诉他们这五种的因素，你要把它调理好。我们不能够跟大家来讲解如何每一个治病的产生啊，或者是来作为一个解析。那我们告诉大家，如果这五种的因素大家能够调理好的话，你可以作为这个自我科恢复正常健康。那请大家了解到，从我们的身体从头到脚，任何的这个病痛，任何的治病，任何的这个器官的问题，我们都能够自我的治疗，自我的热情。所有的这些问题它的来因啊，为什么会生病的原因，这是个五种。那怎么样来做的治疗，也这个是这五种的这个方法。那有些人他们有一些怀疑，那我有些人说我可以用这种方法啊，这五种的因素啊，这五种的方法来做的话，但是我已经是有年龄了，那可能是我的膝盖疼痛，我的头发掉了，秀头了，可以用吗？这种方法。那我有眼睛的问题，或者是我肾脏的问题，这种的方法，这种的治疗法，可以不可以帮我呢？我们告诉大家，我们所教大家这种方法，它不总是预防治的方法，这是治疗的方法。那我们怎样相信你呢？会。然后会告诉大家有关，这是科学的这证实，在我们的手掌里面，这种细胞，这种细胞是旧的呢，或者是新的细胞呢？在我们的脚掌里面有这种的细胞，这种细胞呢是新的细胞呢，或者是旧的细胞呢？我们当然知道这些所有的细胞都是新的，通过了一段的日子，它会。在生长新的细胞。我们的头发是旧的或者是新的呢？这个是肯定的，是新的头发。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新的身体，然后每一分钟有3000万的这个新的细胞在生长着。在通过了这一年365天，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都是复新了，变成新的细胞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着大小肠36小时它换新的，然后在我们的肝脏1年时间，我们的这是白血球13天，那在我们的红血球，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120天它就重新在生长。然后每一个细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就有这种的我们讲这个是环保在恢复，这个是重新在生长的。那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这个3300万的细胞在这个生长，然后通过了一年，我们的身体所有的细胞已经是新的细胞重新了。为什么告诉大家这种的科学呢？如果我们跟随做这五种的这种方法，然后如果我们跟随着五种的方法，每一分钟都有
千万的细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本来是生病的，它变成了健康。那我们生病了的细胞，它就会离开；好的细胞，它会生长出来。然后通过我们用我们的方法，这五种的方法，在一年里面，我们的眼睛变成新的眼睛。然后我们有怎么样能够在担心我们的视力呢？如果我们一年里面我们的肝脏它重新再换新的，那我们就不用怕有 B 型肝炎或者是肝的治病了。然后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一年里面我们的身体重新的话呢，变成新的身体了。请告诉大家，我们要告诉大家明白一下，这个不是预防，这是治疗的方法。我们不是说有不同的治病，有不同的治疗的系统方法，所有的治病相同的治疗方法，相同的系统。那如果有分解我们五种的方法，我们的骨头，我们的这些变成新的，所有关节的问题，关节疼痛的，关节炎的问题都会解决。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一年的话，跟随着我们的皮肤的细胞变成新的，所有这些皮肤病的问题解决掉。如果我们的胰脏这个 pancreas 如果变成新的话，我们的糖尿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有跟随我们的方法，然后变成了重新的一个自我的身体，然后所有的这个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第二个问题可能会你们问，如果有些人说，如果我们有跟随这五种的方法，我们的细胞重新再修复，重新再生长，我们会不会死呢？可能绝对的，我们会死。每一个生物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它的生命期。然后我们知道这狗呢，它能够生长这个活到7年到10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大象从80年到100年。那我们人呢，能活到几岁呢？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到360岁。365年之后呢，所有的这种的细胞能够重新再生长。不要说你60岁啊、70岁啊，已经是很老了，其实不是的。60岁、70岁，你还是很健康，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为什么有些人在50岁、60岁、说100岁以下的时候死呢？那因为在我们的记录里面呢，知道有些人的话说60岁、70岁会死。这种的记录变成了我们就面临着死亡，把这记录改换一下，变换一下，我们就能活到360岁。第二个问题可能你会问，然后可能我们在全世界都在教导这种的方法，然后来治疗，然后我们需不需要这医生呢？我们需不需要这药物呢？我们需不需要这开刀动手术呢？肯定的说，我们需要这种医生，需要这种的药物，需要这种的开刀手术的治疗，不是给所有的治病。那95%的治病，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就可以治疗。那只有5%的治病不能用我们的方法来做治疗，必须要到医院去看这个医生。我们有两种的治病，有一种是内在的，有一种是外在的。然后来自内部的这种因素的治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法来医治。如果是外在这种因素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去看医生。我们需要医生，然后怎么样来把它这两种把它分类呢？那我们看一下，是吧？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有这种的高血压，有气喘，或者是有这种的大体包，或者是有皮肤病，这是来自外面呢，或者是来自内部呢？这就是内部的这治病。可能我们有受到这个刀的伤，刀伤，然后有一个人将这个刀呢，这个飞刀刺中我们的眼睛。请明白，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方法来做治疗这种的刀伤、外伤，我们需要医生，必须要开刀动手术，必须要吃这个吃药。因为这样的因素呢，我们需要有医院。如果我们有这种的问题，眼睛的问题，可能是近视眼、老花眼，有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我们医生不能够治疗，我们必须要调理好这5种的因素，我们才能够恢复健康，自我的治疗。
如果是有外在的因素来受伤到伤到我们的肾脏，我们必须要去看医生。如果我们的肾脏不能够工作，已经失常了，我们不能够到医生去。这个不是这个它外在的因素，因为我们的肾脏它的这个有病了，是因为有五种的因素产生，我们必须要调理这五种的因素，我们的肾脏才能够健康。我们必须要将这治病把它分成两种的两大类，外在的这种治病来自外在的，我们需要有医生的治疗。我们知道有发生的意外了，有这种的食物中毒，有这种的蛇来作为咬伤，这种的因素治病产生呢，我们需要有医生的治疗。如果有些人他们一生下来就遗传，可能自己本身的五脏六腑有问题了。有些人呢，他们在听我们的讲座，但他在睡觉，这种人呢需要看医生。然后但是98%的这种的治病呢，能够用我们的治疗方法来恢复健康。只要5%不需要这个需要有医生的治疗。有没有不同的方法治疗方法来做不同治病的治疗呢？在我们这个治疗原理里面呢，没有任何不同的治疗方法，只有一种的治疗的方法给适合用所有的治病。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这种的比较技术性的知识。如果我们有生病，那么眼睛生病的话，我们去看这个眼科专科的医师。如果我们有骨伤的问题，或者是这些关节的问题，我们去看这个骨伤的专科医生。如果我们的头脑有问题，我们就看这个脑科的专科医生。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治疗法。如果是有这治病它产生的，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来作为这个治疗。早上我们吃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够将这种食物呢自动的把它这种的营养送到我们的身体某一个的部位呢？然后第一次我们吃，我们想哦，这食物的营养啊要到我们的眼睛。然后第二个是吃了食物的话，这食物要到我们的耳朵，会不会这样子呢来做这个运送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到所有食物的营养它进入我们的身体所有的细胞，能不能够把它不同的这种的器官呢？我们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喝这个水的话呢，我们说水用到我们的右边的膝盖罢了。那如果我们有喝水的话，进入我们的身体所有的细胞都是平等的，都是有接受到这个水分。那么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们吸这个空气啊，吸阳气到某一个这个部位某一个器官呢？第一次我们吸的时候呢，我们说吸了后给我们的眼睛，然后第二次我们吸进去，然后能不能够到我们的耳朵，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给不同的这种的治疗方法给这种的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大的城市，我们如果是坐这个直升机来看这个大的城市，我们看到很多的屋子，很多的马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屋子，这建筑物，然后很多条的这个道路，然后那么多的这种的无量的非常多的这种的物质，或者是这种的道路，非常多的道路，一样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的像就是我们的这个 house， 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血管的话呢，就是道路。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细胞就好像是球，这个皮球，那有一个洞一个入口，然后有一种非常非常独特的操作的方法。如果有很多种不同的细胞综合在一起变成的这个软组织，如果这些软组织把它综合在一起的话变成了器官，然后所有的这种的器官综合在一起呢变成了系统，那所有的系统把它综合在一起变成了我们的身体的结构。那我们用我们的原理来告诉大家，没有身体上没有任何的器官，全部呢都是我们的细胞。然后从食物呢，我们要明白
我们这个吃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嘴巴消化到我们的胃肠胃，胃的话到我们的肠胃，然后通过的这些我们的血液，所有的食物的原料有关这个是碳水化合物，然后有很多种营养，包括了蛋白质，有矿物质，还有维生素等等这种的营养的元素，然后从我们的嘴巴进入我们的这个胃里面，到我们的大肠小肠，然后到我们的血液里面。我们吃物的话呢，不是给我们的器官，是给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血液的话呢，是给予所有食物元素的这种的运输，通过的血管将所有营养输送到所有的这个身体里面，然后通过了好的食物，然后我们的血液它来运送，通过血管的运送呢，到我们的细胞里面，然后细胞它就将这些废物呢，这种把它又拿回来，然后这种的废物呢就排泄出我们的身体外面，然后我们喝水自然的话会跑去我们的肾脏，然后好的这些元素的话呢，它就把它吸了收在我们的血里面，然后这水分的话呢就跟我们的血液一起在流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看我们所有的细胞，我们想象就好像这皮球，然后它开一个洞呢，就将这水分吸收，然后吸收的话是好的这个水分，出的话是废水废物，所有的已经用过了的这个水分呢，通过我们的血液，然后在我们的膀胱那边，然后通过我们的小便把它排泄出来，然后我们吸入这个空气呢，通过我们的肺部，然后从我们的肺里面我们吸收起阳气呢，这个是精气啊等等，然后将它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然后这种的空气里面的一些元素呢在我们的血液里面这个流通，每一个细胞它需要有这种的空气，然后我们所细胞所需要的话呢，就是有这种的氧气，出来的话是二氧化碳，然后这种二氧化碳从我们的血液里面它运走，然后到我们的肺部，然后再呼出来，通过这种的知识我们会明白，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肾这个器官是没有任何的疾病，如果我们有某一种的营养元素，可能是我们的钙质不够啦等等啦，或者我们的这些矿物质营养这个是维他命不足，我们就有生病了。如果这些营养的元素不具足缺乏，我们就会生病。如果我们的血不够这个数量，所有的这些细胞都变成了非常的虚弱。如果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念头它不能够正常的操作，我们的身体就不会操作了。如果我们的这些知识这些智慧它不正常的操作，那我们的身体就不能够操作。然后再次这重复，我们没有不同的治病有不同的治疗方案，那我们只要跟随这五种的方法，可能在调理这五种的方法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然后请再仔细的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影视片呢，然后给大家带来这个健康。我们大家都明白了，所有的这种疾病呢，都是来自这五种的因素，五种的原因。然后请大家记住这五种。如果我们的血液里面这种的品质的质量是太差的话，我们身体不能够恢复健康，不能够来作为自我的治疗。可能第二个因素呢，可能我们在血液里面，我们这些营养的元素，可能是有一些是矿物质或者是维生素，它不足够的话，我们不能够来作为康复的这治疗。如果我们血液的数量是减少，但是变成贫血的话，我们不能够作为自我治疗。我们的心念，我们的思想受到影响，不能够正常的操作，我们的身体
不能够作为恢复健康的自我治疗。当我们细胞里面的智慧它不能够正常的操作，我们的身体就不会治疗自己。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学习比较详细的这五种的这原因。那我们如果在这种的食物营养不足够，或者是它的品质不好的话，我们不能够作为治疗自己、医自己。那么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矿物质，那我们有这种的钙质、这镁、铁等等的这个矿物质的元素，我们不能够见到所有的这些元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三种到四种的元素。如果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如果是不能够减少的话，我们将得到病症。我们看到我们的糖的水分或者是葡萄糖分的话，全部都是一样，所有的食物都拥有着碳水化合物。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来解析一下这种的糖分、葡萄糖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三个都是一样的东西。所有的食物呢都拥有这个葡萄糖分，然后在我们的口中呢能够得到消化，在我们的胃、在肠道里面进入我们的血液里面，然后在我们的血液里面这个是作为这个流通。我们所有的身体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葡萄糖。我们的生命需要这个有这个生命力的话，每一秒钟我们都需要葡萄糖，我们的细胞需要这个葡萄糖的支持。我们了解到刚才有做一个比例，每一个细胞就好像一个皮球、一个柱球，然后我们的血液呢里面含有这种的糖分，然后在我们全身流通着，这细胞的话呢就将这个糖分吸取，然后我们的细胞就开了这个门，然后吸取这种的糖分。然后这种的好的或者是不好的糖分呢，如果我们吸收消化得很好，能够吸收得好的话，这个是 好的糖分。当我们不能够消化得很好，这个得到的我们的糖分呢是不良的这个糖分。我们的细胞只是会拿这个好的这种的糖分。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种的器官，我们叫做胰脏 pancreas。我们的这个 pancreas 呢，它能够来转换这种的糖分。如果这我们的糖分是好的糖分，它检查好的话呢，它就给予这个insulin胰岛素，然后这个胰岛素跟血呢就会进入我们的细胞里面。当我们消化不好或不能够吸收好的话呢，变成了坏的这种糖分，我们的胰脏它就不会放出这胰岛素。那我们的这种的糖分呢从我们的尿液里面排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糖尿病呢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胰脏的问题，这个是问题呢出现在我们的营养的吸收。当我们吸收得很好，消化得很好的话呢，我们会得到这种的好的胰岛素。如果是没有消化得很好，我们得不到好的胰岛素。这种的我们讲这是胰岛素呢并不是品质管制的这个证书证认证。然后如果我们的细胞它吸收这些有好的这种的糖分，必须要有这胰岛素一起的它才能够吸收。我们知道这种的糖尿呢不是一种的病，然后不需要检查我们的尿液。我们可能是有一种的尿液检查的报告，那我们在尿液的检查报告里面说我们的这胰岛素的缺少，如果是有多的或者少的话呢，他说这你生病了，然后请不要相信了。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消化我们很好的这个糖分的话，它会排到身体以外。如果我们很好的吸收消化的话，这个我们的血液里面拥有好的这种的糖分，它就不会排出去外面了。我们知道这我们的小便的尿液呢这种的排泄物啊，不需要检查，也不需要恐怕，不需要这个恐惧。如果有些
糖尿病患者他吃了有糖分的东西，你知道怎么样呢？其实如果我们是有这种的糖尿病的药物，它是能够复制假的这种的好像胰岛素的东西，跟我们坏的血这个我们的这种的这个是糖血糖呢，然后进入我们的细胞里面。如果我们时常有吃这个糖尿病的药呢，你越来越吃越多的话，越来越生病。Because you are supplying waste glucose into cell.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是提供不良品质的这种的糖分在我们的细胞里面。我们如果是有五年已经是有吃了这种的糖尿病的这个药物，你知道什么会发生吗？我们的视力，我们的眼睛的视力将会下降，我们的肾脏将破坏，我们的心脏变成了衰弱。如果我们长期的服用这种有糖尿病的药物，所有的器官，所有的五脏六腑都受到这个破坏。请不要用这些糖尿病的药物吧。我们如果糖尿的话只是一种的病，你吃这个糖尿病的药的话，变成了几百种的病症出现，并发症。那只有一种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吃。然后今天我们的老师会教导大家怎么样来吃，如果我们的用我们的方法，大家会拿到能够得到好的这种的葡萄糖，我们的胰脏的话呢，将会产生好的胰岛素，不需要恐惧，不需要害怕担心，我们会治好我们的糖尿病。然后我们这些老师会教导大家，但好好的来看这个带这个录影片呢，来教大家如何来用食物来医好自己的这个疾病，不需要停止你的药物。现在只要我们正确的饮食的方法，然后我们在两个月之后呢，将我们的药物就减少成了70%。通过了这个两个月之后呢，我们就减少到50%。再多一个两个月呢，变成了这个25%。然后通过这个8个月之后呢，完全可以停止你的药量。在6个月到8个月的期间，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减少，就可以停止我们的糖尿病的药。如果我们糖分的这种的品质它是太差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糖尿病。如果我们有吃这种糖尿病的药，这种副作用这种的会产生，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录影带，你会得到这个答案。好，现在我们一起大家来学习有关血压。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脏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我们是知道这是在净化我们的血液，其实不对的，是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呢来清净我们的血液。而有些人说我们的心呢，心脏是产生这血液，这是错误的。我们的血液的话呢，是由我们的这个骨骼里面这骨髓来制造。我们的心脏呢，它是在帮助来这样的血液。在我们的家里面呢，我们有在地下里面的这个水，还有在上面在顶上屋顶上的这个水分。然后我们怎样将地下的水把它传达到我们的上面的这个器官里面呢？我们是用这种的摩托来水泵将它泵上去。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的心呢就将这个血液这个泵到所需要的器官去。我们的是water pump，水泵的话呢，它是泵的话，或是制造血液的话，它不是制造水。每一分钟每一秒，我们的心呢都在帮助这种的血液。每一秒钟我们的细胞都需要有这种的血液的滋养。那我们跟大家来跟大家开教导一下有关血液怎样的我们的血压来作为一个管理。我们要来做这个静坐1个小时，我不要动我的身体，我不要开我的眼睛。然后过了1个小时之后呢，然后你来看我的这个血压呢，或者是我的血糖，可以来检查我一下。我们看到我们这身体里面这自己的血压、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话呢，是非常的这个低。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活动，所以我们的血压的话呢是非常的低。让我开始开我的眼睛，我的右手啊在做这个运动。我们看我们的血压，它是升高呢，或者是降低？肯定的来说，一定是上升的。我们的血压为什么？因为在我动我的右手的时候，在活动的时候，我右手到每一个细胞都需要有这个葡萄糖，也是要有这种的阳气。那我的这个血压肯定的话，它必须要上升。其实我血压上升的话，对我来讲是好处，并不是个坏处。然后我在活动我的两个手臂，我的血压或者是血糖是不是高呢，或者是低呢？那肯定的会加倍的再多升，我的血压和血糖肯定加倍的升高。然后我就很快的来跑动一个小时，然后过了一个小时跑动之后再来检查，看我的血压或者我的血糖是高或者是低呢？那肯定的，我们的血压跟我们血糖是高的。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正常的这种的血压或者是血糖的程度，其实不需要检查我们的血压或者是我们的血糖的这个程度，不需要正常。我们在跑了一个小时，我们的血压上升了，然后我们再坐下来，然后慢慢的话，慢慢它会越来越低，低到正常的程度，然后到一段时间，我们的血压、血糖才会降低下来。然后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老师的身体，他的血压或者是血糖在高升或降低的话，其实他是没有病的。如果是正常的程度啊，到底怎么样来说是正常的血压或者是正常的这些血糖，这是由药生产药的这个工厂他们所规定的。如果这种的正常的血糖啊是什么程度的话，这是错误的这个说明。其实我们的身体知道我们的血压要多少，我们的血糖要多少才正常，我们的身体自己会知道。然后它会这个不同的时候呢，它就会不同的情况出现，会调整。那为什么我们要去管那么多呢？上帝会了解到如何来治疗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血压或者是血糖它升高是因为有三个原因。如果我们是工作的很多的话，我们的血糖我们的血压一定会提高。如果我们在做正常的话，非常的冷静坐下来，我们的血压血糖一定会降下来。那我们有这种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景出现。当我们的情绪不同的情绪出现，喜乐悲哀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跟我们的血糖就会不正常了。如果我们的心灵非常的平静，然后我们的这个血压血糖一定会正常。这我们要有好的，第一个就是你工作的这个血压，第二种呢是我们的情绪的这个血压，那第三种的话呢就是我们生病的这个血压。其实如果我们的身体在生病的时候，我们血压上升，它是来治疗我们的治病。其实我们的我们的身高，我们的血压或者是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它不是一种的病。那我们知道，如果比如那个例子，我们有10000个这个生病的这个细胞，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来修复这个10000个或10000个这个生病了的细胞。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增加这血压啊，增加这个血糖啊。那当我们这是治病把它恢复了，然后恢复了健康了之后，我们的血压血糖就会恢复正常的情况。当我们身体里面有100000或者是10000个细胞已经生病了，我们如果是这样子去找医生，医生会怎样跟我们说呢？他们一定会给我们药。没有一个这个医生呢知道这种的血压呢是未来制造来是为了要治病的，他不知道。他们不会看这病人的灯眼，他只会看这报告。你们知道这些血压的抗血压的药是什么来的吗？这个是高血压的药，它不能够医治我们的血压，然后它是去到我们的心脏里面，在我们的心跳呢变成了这个比较慢一点。
那我们是生病的病人，用这个药来讲，那我们同样的氧就不能够控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身体就不会医疗自己的病了。那我们多少天都是自己在用这些抗高血压的这个药，我们的身体它不能够自动的自我的恢复健康。我们都知道这种的药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这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益处。这是暂时的治疗法，不要跟着这种的方法太长久的时间来用药。我们知道，如果有一些病患者高血压的，他的药呢是在加呢，或者是在减呢？如果我们一直在加重我们的这种的药物的分量，我们的病呢是越来越重。如果是减少的话，我们的病越来越就会好回。然后对我们的血压呢，我们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不要控制我们的血压，药的话是治疗好我们的细胞。那为了要治疗康复，使我们的细胞恢复正常的话，我们要有五种的这个方法方案，然后要将这五种呢把它修复。然后这3000万的细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变成健康的细胞，然后每一天我们的病啊病症的话越来就会减少，越来越少。然后我们的血压的话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低了。第一个月呢用同样的分量的这药，这是抗高血压的药，同样的分量，然后用我们的方法，这是正确的方法。然后在第二个月呢，我们是用75%的这药的分量，这样同样的方法，然后每一个月呢是减少，每一个月减少，到六个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完全这个停止用药。然后第六个月过后的话，我们的血压就正常了，就没有这种的高血压的病了。然后在医治我们的血压高的话呢，看我们的这个影片，非常仔细的来观看，会帮助你治疗自己，让我们的血里面的这个矿物质或者是营养它的品质不良或者是太差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的这些葡萄糖的它的质量是太差的话呢，我们就会得到这种的糖尿病还有其他的病症。那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的这钙质它的成分原料的这品质太差的话，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疾病呢？在我们的食物里面有这个钙质，所有的这些牛奶的胡萝卜或者是蔬菜等等都有这种的钙质。如果我们的这些钙质它能够消化的很好，吸收的很好的话，这是好的钙质。当我们的营养吸收不良的话，这种的得到这种的钙质呢，这是很差的不好的钙质。我们的血液里面呢需要有这个有一种的限量的这种的钙质。然后如果我们的这个 calcium 它的太高的话呢，我们就有 thyroid， 它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种钙质。在我们的多余的这个钙量呢，它就在我们的细我的这骨骼里面。那如果我们的钙质少的话呢，巴拉呆外呢会产生。然后我们从我们的骨骼里面争取吸取这种的钙质来到我们的血液，不管是 thyroid 或者是 parathyroid， 这是甲状腺的问题，多或少是因为让我们的钙质呢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程度。所有的食物都有足够的钙质，但我们吃的话呢，不正确的饮食的方法，当我们这个是吸收营养的话呢错误的话，我们就拿到不好的这个坏的钙质。这不好的钙质进入我们的骨骼里面，这变成了我们的骨骼变成了很多种的病痛，我们的关节的痛，这很多 special disease 所有的都会出生。我们的背部这个腰背疼痛，我们的膝盖这里关节疼痛，我们的髋关节这个臀部都会生，我们的这个关节都会生病，变成了这种的风湿性的关节，所有的风湿性的这个疾病，那我们是我们的身体呢体重增加和减少，这种100种的这种疾病的产生，是因为呢我们争取到的这种的钙质是不良的钙质所造成的，并不是我们的呆乱我们的甲状腺的问题产生。那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来吸取这种的
钙质有好的食物，正确的食用的方法，那能够将100种的各种的疾病呢把它清除掉。如果我们能够吸收消化都很好，这种的有钙质的食物，所有有关我们的骨骼问题，那我们有这种的甲状腺的问题，那我们有关体重，就是脂肪的问题，有100种的这个健康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这种解决。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胆固醇嘛，这种的胆固醇跟脂肪呢是一样的，所有的食物都有着胆固醇，我们都知道这椰油也含有很高的这种的胆固醇。这种的胆固醇对我们的身体的话是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所以我们的细胞呢都是需要有这种的这胆固醇，没有胆固醇我们不能够生存。当我们消化得很好，得到这种的胆固醇的话是好的胆固醇，当我们消化得不好的话呢，这种得到这种的胆固醇是坏的胆固醇。那怎么是好的和坏的这种的健康？我们好的这个胆固醇的话呢，如果能够正常消化的话，这 HDL 的好的胆固醇；如果是不好的这种的消化，然后得到的胆固醇呢是 LDL。如果这种的 LDL 好坏的这个胆固醇进入了我们的肌肉里面呢，它变成了一种的这个病痛。那如果这种的坏的胆固醇进入我们的头部里面呢，我们就会得到这种的脑的这个癌症，或者是有这种的老人痴呆症、帕金森，或者是得到这种的半身不遂的瘫痪。如果我们进入我们的眼睛的话，我们眼睛的话呢就会失明。如果这种的坏的能够进入我们的身体，变成了心脏爆发、心脏病，然后进入我们的血管的话呢，变成好或者是高的血压或者是低的血压。如果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阻塞，变成了血栓。所有坏的这个胆固醇进入了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血管里面的周围变成阻塞，然后我们的心呢要增加的血压，这是变成了高血压。我们的高血压不是我们的心脏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这种的不好的胆固醇的问题。如果我们这是坏的这胆固醇进入了我们的 gallbladder， 变成了我们的这个 gallbladder 有结石，然后如果是 gallbladder 里面有结石的话呢，还要将这个切除掉，不要将这个我们的 gallbladder 把它这个我们的把它胆切除掉。我们需要胆的，然后我们需要有胆，然后我们才能够良好的将我们的食物来做消化。好的这个良好的这种医生，他不需要开刀将我们的身体的器官把它切除掉。那如果这个坏的胆固醇进入我们的肝脏，变成了这 B 型肝炎、C 型肝炎，或者是脂肪肝，那在我们的皮肤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在我们的脸上有很多这油脂，这都是胆固醇的现象。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话是以这个胆固醇来保护我们，如果我们是坏的这个胆固醇的话，我们所有的这些皮肤的问题、皮肤病就会产生。所有的这些皮肤病，这是省啊、线啊，或者是这个整的这种症状、皮肤的问题就会出现。今天有讲了超过100种的疾病，所有100种的各种的疾病呢，只有一种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坏的胆固醇。那怎么办呢？将我们的器官将它去除或者割掉，不是这解决方案。然后用药吃药也不是正常对的这个方法。我们需要将这不好的、不良的胆固醇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排除在外。我们要将好的、清净的、比较正常的胆固醇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输送。然后怎样将我们身体里面这种的废物呢，将它排除或者排毒？我老师在下一次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我们看到怎么样将我们好的这种胆固醇来输送到全身，所以你会像现在会看得到了。然后如果我们不好的这种的胆固醇产生的话呢，
那我们就有很多种的这种的血压啦，或者是血糖啊，100种的致病呢都会产生。如果我们不好很好的将这种有钙质的食物来做消化的话呢，很多种的致病就会产生，尤其是我们骨头这关键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脂肪就是胆固醇不能够很好的消化掉，也是有几百种的致病产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100种不同的这个营养的元素原料，所有各种的原料不能够吸收不能够消化得很好的话，就各种的致病就会产生了。我们不能够将这100种的原料元素呢每一个都做一个详细的解释，然后从3个这种的例子我们知道这种不好的这种品质影响到我们。然后我们如果是维他命 A 它不够的话呢，我们就有很多种100种的有关眼睛的致病呢，各种的致病都会产生。如果是维他命 D 它不能够吸收不能够消化来身体的吸收的话呢，很多我们骨骼的问题就会产生。如果我们的维他命 B 不能够很好的来吸收营养的话呢，我们的所有肌肉的问题就会产生了。然后有如果我们的维他命 E 不能够吸收的话呢，很多 uterus 的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啊，比如说不能够这个生孩子了，然后我们的这些经期不正常，然后有很多时候有白带，这个是这个带带的这个经期白带，所有这以后呢很多种妇女病呢都会产生了。如果我们维他命 K 不能够很好的吸收的话呢，我们不能够将这个我们的发烧能够把它降低。如果我们不能够将维他命 K 正常的吸收的话呢，很多种这个发烧，比如说我们这普通热症、肌根姑娘种种普通热症的这种的治病，发烧的治病呢都不能够治好。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身体的这种的营养的元素它的品质不良的话不好，我们就会生病。如果一种的因素元素它不能够吸收的话，不能够很好的消化，我们就有100种的各种的致病产生。我们的身体血液里面呢大概有100多种的这个元素，100×100的话呢是变成了1000多种的这个病症。如果我们血液里面这种的元素它的品质它的质量太差的话呢，我们就会生病。然后我们看我们这个 video 的话呢是要仔细的来观看，你会得到这种的解决方案。其实来讲我们的身体自然会能够将我们的身体变成的这个健康的身体来治疗我们的疾病。为什么不能够来康复呢？是因为有5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血液里面它的品质质量的这个很差，可能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有某一些的元素它的数量不够不足够，那我们的血液的数量呢不充足，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然后我们的自己的细胞里面的智慧呢这个已经不能够正常的操作。然后可能开始的时候呢是因为品质不良的关系呢造成了他生病。如果我们正确的吃的话呢，这些不好的食物的品质不良的问题就解决了，用自然疗法的方式来治疗我们的疾病。因为很多这种造药的这些公司工厂的话呢，它做的都是很多种的不同的纲目项目，说我们不能够治疗自我的治疗，那我们的这种的原理呢，我们的看法，我们可以自我的这个康复，自我的治疗。这是造药的药物的公司，他说不能够医好我们的病，需要靠这个药物。然后制药的公司说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病情来作为控制或管理我们的病情。我们他告诉我们必须要控制我们的血糖，必须要控制我们的血压，这样来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这种的气喘，用这药物来做着控制。如果是管制不了这种的方式呢，对我们的健康是有所伤害的。那是控制的方法，只是这个是暂时性的方法。说真正的治疗方法才是好的方法。好的，这个医师他是来治病的，商业化的这种的医师他是来控制这个病情。那请现在呢，暂时性的控制我们的病情。然后最终的话呢，来医治好我们自己的病。我们现在控制了第一项的病症的话呢，它会演变有并发变成第二种的病症。所以我们的血液里面缺少某一种的元素，如果我们告诉我们不够这些钙质或者不够这个铁质，我们需要吃药。如果我们吃了这一两年之后呢，我们变成了这个更多的病症出现了。然后如果这个病症出现的话，再多一个药给我们。如果有三种的药来控制这个病的话，它会变成第四种的这个病症。那这个是我们的心理的这个病了。如果这三个这种的病症它不能正常的操作的话呢，我们的心灵就会崩溃。然后我们呢，这个变成了这个不能够正常的这个生活了。然后很多这种的不能够正常的操作，它就给很多病症的名称。那什么的话，它只是给我们这个病，给我们这个药。那第五种的病就出现了，这是我们不了解自己的病症，不了解自己的病。其实每一秒每一分钟，我们的自己身体的细胞，它能够来修复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的细胞它崩溃了，这种的它知识、它的智慧、它的能力崩溃的话呢，我们就会生病了。然后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有肿瘤的这个癌症或者是艾滋病。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种的知识，如果一种的知识它崩溃了，它不正常的操作的话，就有十种的这种的病症出现。有两种的这个例子来作为这个解释。然后第一种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有癌症跟艾滋病。我们知道什么是艾滋病吗？我们的身体有免疫系统，如果有一些外来的这种的细菌或者是病毒来侵犯的话，我们的身体会跟它对抗，这是这种知识来把它杀死，把它抵抗，就我们的免疫系统，这是我们身体的智慧。如果我们的身体这种的免疫系统的知识能力它崩溃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了艾滋病。如果我们的这些外在的这病毒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没有能力来作为对抗，怎么办？因为这些病毒、这些细菌，它会将我们身体的食物呢，都把它抢走、吃掉了，然后变成了这个很强壮，然后我们的身体就弱，我们就会生病。那这个是艾滋病。如果我们不是艾滋病者的话呢，就是证明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是非常强的。如果我们有艾滋病的话，你的免疫系统是很差的。为什么我们的免疫系统呢会崩溃呢？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是不要管这个食物中不良的这种品质，我们不了解这个是缺少了这种的数量，我们不了解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些血液的这个数量，我们的心灵没有得到这个平静。那现在我们有了艾滋病了，如果要治疗这艾滋病的话，我们必须要将以上这四种的话呢，很好的来作为一个调理。那肯定的，这些艾滋病就会得到这个治疗。然后科学家跟我们讲说，这个艾滋病不能够治疗。如果我们不能够治疗的话呢，我们问他为什么他们是自己称是自己是科学家呢？如果是给错误的这种的评语，我们的有关我们的身体不是好的科学家。好的科学家应该是要给正式正确的这种我们身体的知识的评语。我们知道什么是癌症吗？肿瘤。那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里面呢，有很多种的能够再重生然后重新再生长的这种的知识。如果我们身体这重新再制造这种的新的细胞，这种的知识能力它能够崩溃的话呢，就变成了这种的癌症。每36小时，每36个钟头，我们的肠道就变成新的肠道。如果我们肠道的这种细胞
他的能力已经失去控制，或者是不能够正常的操作，那怎么办？那我们的这个重新再做，这我们的肠道的细胞它已经停止了生长，这是我们讲这个是肠道的肿瘤癌症。我们的白血球在13天里面会重新再生长。如果这种的重新再制造，我细胞的这种姿势已经崩溃了，那我们变成了有这种叫癌症血癌。如果我们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骨头它不能再重新再制造新的细胞，就变成了这个是骨癌。这个是我们的身体，然后它能够重新再制造这种的系统，它已经崩溃了，变成了有癌症这种肿瘤。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艾滋病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个失常了，然后其实我们的身体拥有各种的智慧，然后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同的知识是对治不同的疾病，如果这种的知识已经崩溃了，这种相关的这种病症就会出现。我相信你会明白，从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头顶到脚，所有的这疾病的产生都因为这五种的这个因素而产生。然后在我们这种的治疗法的话呢，没有不同的病症不同的治疗，如果有紧急的事情或者是急救的话呢，必须要到医院去寻找医生的急救。然后95%的治病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法来作为治疗。那好了，现在我们要提升到更高的这个程度，其实没有五种的这个因素，只有一种的因素。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太肮脏了，不清净了，我们的血液肮脏，这是唯一的这个制造成我们生病的原因。我们要将我们的血液变成清净，变成净化，这我们的这个是正确的治疗。所有的药物药公司都希望能够将我们的血液把它清净。然后请仔细的听，所有制药的这个公司，他们所制造的药呢，只是赏赐啊，来医好我们，使我们的血液变成的清净，只是赏赐而已。其实我们的传统的医药或者是替代的这医疗法，全部的话是要净除我们血液净血的这个方法，然后最好是避免到这些这个制药的公司去，然后只有紧急的状况我们可以去。然后如果是正确的方法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传统的医疗方法。我们的传统的方式治疗方法非常的好，所有的传统的医疗法它没有说哦，我们这个不能够医疗这个病，不会医那个病。然后这些传统的医疗方法我们必须要把它抓回来，这不是新的系统，这是很旧的传统的方式。然后不需要用这些药物，只要有五种的就能够医好我们的病，这是我们的方法。然后我们只有一种的原因，这种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血液这污染了，血液太肮脏了。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教导大家，将我们的血液变成了清净的这个血液，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成本，很高的费用，非常的经济，非常的简单，肯定的就能够将我们的病痛呢把它消除掉。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是好的这个医师。那我现在要问大家问题，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要给我这答案，想一想。然后如果对的话，然后我告诉你，然后你是来做一个更正吧。那其实我们的血液里面这种的元素缺少了，或者是它的原料的这个品质太不好了，然后所需要头发的这个营养元素呢，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缺少了，我们的血液它太少了，然后我们的心灵变成了崩溃，然后我们的自我的这种的知识呢，这种的智慧呢，它也是不正常的操作。然后不管你问什么问题都好，我只要坐在这里静静的，然后关上我的眼睛，就可以告诉大家，都是这五种的原因。然后什么病症呢，能够将所有的这些病痛都能够消除到用我们的系统呢？然后请大家把它做一个名单出来。我们的头发这个掉头
白头发，我们的这种是偏头痛，头痛，我们的有脑的肿瘤，我们是有这种的半身不遂或者是瘫痪，高兴症，就是我们有这种的这就是不好的头脑的问题，阿迪生的这个病症，我们有管眼睛红肿发炎的病症，不管是他有近视远视，有这个青光眼，或者是老花眼，或者是我们有这种的白内障等等，我们的耳朵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我们的这个鼻子的问题，我们的身体的问题，我们的鼻子的问题，有这种的流鼻涕、流鼻水，有这个时常有这种的这个是过敏，鼻子过敏。咳嗽，有 mucus 就很多的痰分，有这个肺发炎，有这个痰，有这个是鼻息，有这种的气喘，有牛膜量，有这种 DB 是肺的结核，有这种的肺的癌症，我们的牙齿的问题都有这种的我们的系统可以治疗，所有皮肤的问题、健康的问题都能够治疗好。有这种的，这种是显现，或者是有增生的皮肤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这个解除。有这个白斑都能够消除。有这种的心脏病，有所有对心脏有关的病痛，有这种的心阻塞、高或者是低的血压，我们的这种的频道，我们的这个是pulse 是高或者是低，我们不能够消化，消化不良，有这种的胃风，不能就是吃饭吃的东西不能够消化，消化系统的问题，那我们在胆石都能够把它去除掉，我们的肾的这个结石都能够把它解除掉，我们有这个甲状腺或者是扁桃腺的这个问题都能够解除，我们有很多这种的这痔疮。或者是有发炎掉的这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所有的这些器官界的问题疼痛都能够得到这个治疗，所有的关节的疼痛都能够得到治疗，然后癌症都能够得到治疗，那我们看到所有的以上所讲的这些病症呢都会得到这个治疗，所有有把它列出来的或没有列出来的病症呢都会得到这个治疗，不要只看这个我们的名单，4444种的这个病患的病痛呢都是在那边，我们只是将100种的这种的治病告诉大家，有些人没有列出来，因为太多太多了，所有的这种病症病痛的话都能够得到治疗，用我们的方法，其实我们的在我们的器官里面五脏六腑是没有病的，病的话呢是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当一个例子，我们有这种器官界的疼痛去见医师，然后只要将我们的这个打针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痛呢是在我们的膝盖，在我们的脚，为什么在我们的手打针呢？那么这个是在我们的膝盖、我们的手，或者是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呢？其实所有的病痛呢，都是来自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器官界里面没有在血里面没有良好的这种的元素，然后这个科学家他是能够找出哪一种的元素缺少了，然后在实验室里面作为这个试验，然后创造出他们的系统，然后用在我们的手里面，将这些液体呢打入我们手中的在血液里面，然后这里的原料呢通过我们的血液，这流到我们的关节，然后我们的膝关节里面的细胞就吸收了这种营养的元素的话呢，就来开始这个恢复健康。所以我们知道，不是在我们的关节或者是在我们的器官，就是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然后再给一个例子，然后我们老师呢，导师在小的时候，他有眼睛的疼痛的问题，然后去看医生了，然后在我的屁股那边打了一针，然后我的痛呢是在我的眼睛啊，他为什么在我屁股打一针呢？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治病呢，病痛是在我们的眼睛，或者是在我们的臀部背部呢，或者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呢？然后我们知道这种的元素，它提供了通过这个血液提供到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眼睛就会开始在修复。然后如果我们呢是有耳朵痛，
我们是用什么？是自己在耳朵呢，或者是嘴巴来吃药呢？其实不是在我们的耳朵，是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然后知道我们所有的病痛的来源是来自我们的血液，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病症呢，病痛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血液肮脏。我们唯一的方法来解决是能打造好的清净的血液，那我们来学习如何将我们的血液来净化，而我们自己的将我们的血液变成肮脏，自己一定要把它净化回。现在的话是自我的能够治疗自己，只有病人能够自己治疗，不是医生，医生不能够治疗。那么最后呢，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何来将我们的血液净化呢？然后将这个五种的因素刚才所讲的把它调理好，然后我们的血液就清净了。只有三种的东西呢我们必须要调理，两种的这个因素呢我们的身体自动的话它会调理，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它的品质、它的数量、它的这种的一定要正常，然后我们要将我们的心灵变成了非常的平静，这是我们能够管制到的。然后只要我们这两种把它管理好，把它调理好，我们的这种的细胞里面这个骨髓就能够产生好的血液。然后只要四种的这个原因因素呢把它调理好，我们的身体会产生这个肝细胞，好的肝细胞。这个其实的话呢，这叫做肝细胞的治疗法。其实如果有这种的肝细胞呢，能够将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这种的器官重新再生长，变成小孩子的婴孩的细胞，婴孩的这个器官，那怎样将我们的心灵变成了非常的平静，这是第二个课题，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解。那怎样将我们的身体，现在呢来看看我们怎样将我们的血液里面这种的数量数字呢变成了正常化。那我们的血液里面呢有多少种元素呢？可能有100种的元素吧，我们可能不能够把它一一都记起来。其实有5种的这个元素呢必须要把它分类。第一种呢是从这个食物那边，然后第二种呢是从水分，然后第三种呢是从空气那边，然后第四种呢是我们的休息睡眠，然后第5种的话是活动我们的身体，就是有工作或者是有劳动。然后我们的血液里面有5种的这个元素，然后我们呢如果真正的来控制我们的血液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得到100分。如果我们将我们的食物得到这种的消化吸收得很好的话，我们得到20分。那我们如果正确的饮水的方法，我们会获得到20分。如果我们呼吸懂得正常正确的呼吸法，我们又获得到额外的20分。如果我们得到懂得如何来做一个深睡的话，我们又获得到20分。如何来达到我们拥有这种的热的能量，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啦、活动啦等等，或是这种动作，又得到这20分。要将我们的血液把它净化，需要这个6种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吃好，我们必须要喝好，我们必须要呼吸好，我们必须要这个睡好，我们必须要工作这个好，然后使我们的心呢、心灵变成了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平静。然后我们现在来学习这6个重点。如果大家都能够来跟随我们6个方法，如果我们这6种的方法，刚才上面的5个因素为什么会生病的因素呢，就会调理好。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产生这种的良好的肝细胞，然后1分钟里面呢有3000万的细胞要得到这种治疗。那1年以内呢过后，我们变成了健康的人了，不需要停止这些药物，不需要马上停止，将我们的食物的话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它减少，只有紧急的出现或者是急救的时候呢，就到去见这医生，然后看看这6种的方法能将来帮我们恢复这健康。好，现在开始我们来看，我们将我们的食物变成这个药物，然后怎么样来吃，然后怎样来做这个食物的消化。在我们的食物里面有所有的营养的原料因素，
所有的在我们的食物里面拥有这种的葡萄糖，有这种的这个是蛋白质，有这种脂肪等等。那怎样将我们好的这种的葡萄糖进入摄入我们的身体里面摄受，然后怎样将好的这种的更好的这个钙质或者是蛋白质进入我们的身体，我们怎么样呢？就是要吃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东西都好，我们饥饿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才吃。如果我们这个饥饿的时候吃这个食物，这个食物就变成了这个药。如果我们肚子不饿，我们吃了这个食物，这个食物变成了废物，或变成了毒药。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我们才吃饭，才吃东西。那么什么是肚子饿呢？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口，在我们的这个食道里面，在我们的胃，在肠道里面已经有准备好了这种消化液，它告诉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肚子饿了。然后如果你现在准备在吃，我现在可以准备在消化。当我们的身体还要将这种的食物变成的这种的药物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才会自己会感到这个饥饿。然后从今天开始，当我们要吃饭的时候，饿的时候才吃吧。然后现代的医药来说，要定时啊都要吃饭。然后请不要跟随着这种的系统，不要定时定量的来吃饭。这是不同的治病不同的方法。在定时的吃饭呢，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你看一个人在八点的时候他用着早餐，然后他没有工作，然后只是在那边这个懒惰懒散的这个坐坐，然后看这个电视机看到三点，然后他记得我还没有吃饭，现在要吃这个午餐了，然后现在要去吃这个午餐，然后肚子不饿。然后我们知道他的身体里面呢，他的消化液没有在他的胃或者是他的口里面没有这个消化的这种的酵素，然后我们的食物呢变成了这个坏的这种的葡萄糖和坏的这种的不良的这个钙质。不要看这个时间，看我们自己这个饥饿的这个状况，自己的这个感觉。然后一个人呢，他八点就这个吃早餐，然后做很多劳动的工作，这是很繁重非常劳动的这个工作量非常大的。然后十一点的话，他感到肚子很饿了，然后他看这个时钟啊，现在才十一点，我说我要两点呢才应该要吃饭，现在十一点还早，这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当我们肚子饿了十一点的话呢，就吃吧，为什么要等到两点呢？不是时间来吃饭，食物的话都没有时间了，这我们饥饿的时候就要吃饭，这是正确的。然后早餐的话，我们要等到我们肚子饿的话才吃吧，然后要等到第二次的饥饿的时间。那有时候我们用三餐，有时候用四餐，那我们不是什么方法呢？就是说我们肚子饿的话就吃吧。然后第一个系统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治疗法里面呢，方法就是说你肚子饿你才吃，这个我们跟大家来讲解是非常容易，要遵守实行的话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困难。然后在实现的这种的问题会产生很大的这个问题，就那很多这个学校大学的学院生，然后大学生上学，然后我们去一个一点到两点，这是我们的午餐时间，然后我们在一段的时间必须要用餐，然后不能够跟随我们的方法。在我们工作的时间，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劳动的工作者劳工的话，我们的午餐时间能够吃饭，我们很难来实行，我们知道，但是那很多人就能够遵守我们的方法来进行。也是公司的老板，当我们要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再吃，也是一个家在家的这个家里面工作的，然后在家里面工作，然后可能够跟随我们的方法。然后你的家的前面这里的店面呢，你肚子饿的话就回家吃饭吗？任何人能够等到这个饥饿来的话呢就要等，如果是不能的话呢我们就拿就吃饭嘛。那如果能够的话呢，就等到我们肚子饿的话才吃饭。那一般上来讲，我们讲这个是大略平均都是有用这个三餐的，我们只是说一个这个平均哦。有很多人有时候是吃10餐的，如果是每一天的话是三餐的话呢，一个月的话是90餐，然后90餐里面呢，我们不能够等到饥饿的时候才吃，然后我们可以等着10次肚子饿的话再吃吧。只要在一个月里面有10次我们等到肚子饿的话
而再来吃，我们也是能够自我的这个治疗。然后第一个重点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治疗的方法系统里面。那么这是第一个重点的话，就是我们不止饿才吃饭，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很多人在问什么是肚子饿呢？因为我们呢时常在吃东西啊，都不会感到肚子饿，所以我们就停止吃的东西，然后消化，我们就会有这种的肚子饥饿的感觉。在过去，我们的祖先没有食物，面临着死亡。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吃了太多，变成了死亡了，面临死亡。那我有这种的病，我需要吃什么食物呢？然后我们开始跟你讲你要吃什么，是说要停止你的食物，你的病才会好。第一个重点，最好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肚子饿再吃，这是最好的劝告。然后第二个重点的话呢，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的嘴唇呢、就把它关起来。当我们在这个咬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嘴唇没有这个关起来，它不能够在这个作为这个嚼咬。其实我们的口液、唾液在口中里面有很多种的消化的酵素，然后这种的唾液在口中的唾液呢，把我们的食物变成的营养的这个药物。当我们刚开我们的嘴巴的时候呢，空气会进入我们的嘴巴，然后这个空气呢变成我们消化的这种的系统的敌人。在我们在吃东西，在咬东西的时候呢，就不要开口，不要张开嘴巴。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不开口的。当三个国家他们的这些血压呢，或者是他们的糖尿的病症非常的少，那很多国家的话呢，他张开嘴巴来吃，那很多的致病会产生。第二个重点就是当我们吃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张开嘴巴，嘴唇要关起来，不要让这个空气进入。然后当我们在英国第一次将我们的孩子送去学校，然后有教我们有着餐桌的这个礼仪，然后第一个礼仪的话，这礼节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张开嘴巴。如果这在英国的这个大学生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张开嘴巴的话呢，在食堂里面就给他这种的罚款。那英国的这制药药厂的话呢，就卖这些药给全世界。为什么不要将这种好的习惯呢交给全世界呢？只要将这些方法写在他们的药那边，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关嘴巴，很多种的治病都能够得到治疗。然后当我们吃了东西的时候，咬东西的时候，在嚼咬的时候呢，不要开嘴巴，要吞下去的时候已经我们才能够张开嘴巴。然后第三呢，就是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将我们的注意力在食物那边。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我们的食物，不要想任何的事情。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呢，通常一般上的话呢，都想到我们的家人啊、家族啊、我们的事情啊、事业啊、生意啊等等。然后很多人说，我只是想在我的脑心里面呢，我就没有影响到，怎样不能够影响到我的这种的消化呢？然后其实在我们的头脑跟我们的胃肠胃呢是有连接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头脑跟我们的肠胃呢，这由这个神经来作为一个连接，然后我们所想的东西的话呢，这种的这个感觉它会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只想专注在食物呢，这种消化的液体它就会释放。当我们想这个食物，就想这个生意的话呢，只有生意的这种的消化这个液体它才会释放。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没有把注意力呢放在食物那边。第三个重点呢，就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重点呢放在我们的食物那边。第四个重点的话呢，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祈祷。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的食物呢变成的这个药物。然后我们必须第五种的话呢，一定要给我们的牙齿好的这种的工作。我们的牙齿的功能呢是什么呢？就
心，是不是把它咬着食物呢？但我们没有，但我们在嘴巴里面没有将这食物的慢慢的咬脆的话，然后进入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的胃呢，它就会出现问题了。然后因为肠胃里面我们的胃啊，它是没有牙齿，不能够嚼东西。然后是有这个肠胃里面呢，有两种的这个牙齿，因为在肠胃里面它没有牙齿。它没有这个好像打水果的这个刀，然后没有好像这个打脆的这个脆食，然后只有一种的消化液体，然后我们的液体在胃里面呢，这是消化的酵素液体，然后我们没有好好的把它食物搅碎的话，在胃里面它不能够消化，然后第五的话呢，必须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好好的搅碎它，再用我们的牙齿来作为这个搅碎，那变成了这种的液体，然后液体进入我们的胃，我们才能够消化。然后第一个重点，我们吃东西一定要肚子饿了才吃。第二，我们必须要将嘴巴关起来，嘴唇把它关掉来咬东西，然后将我们的重点呢放在注意力呢放在我们的食物，这第三。然后第四个重点呢，必须要向着上帝，向我们的神来做祈祷，然后我们要将食物呢变成了这个容易消化的液体，用我们的嘴巴的牙齿来把它咬碎。然后第二呢，是要减少这个水分呢，让我们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水分必须要这个减少，然后如果很多的这种的水分将我们的消化这个系统破坏掉，然后在我们的胃里面只有 hydrochloric 这种的消化液来作为这个消化，那如果很多的水我们喝的话，我们胃里面这消化的液体 hydrochloric 的话变成了越来越少，然后在吃饭呢，我们不要30分钟里面不要吃喝，不要喝水，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不要喝水，我们吃饭之后呢过后半个小时这个要避免喝水，然后我们如果2点要吃饭的话，吃东西的话，我们就1点半的话就要停止喝水，在吃东西的话不喝水，然后我们完成了这个已经吃完了就不可以喝水，停止喝水，然后最迟最快的话呢是15分钟之后我们才喝水。如果我们不要喝水的话，有些人问了，那么怎样来处理呢？那我们不是说完全不喝水，只要将水的这个分量把它减少到最低，我们可以喝水，但不要喝太多，就将这些水的分量呢把它尽量的减少。So see, we should not drink like this. See, I will do it. 然后我们的老师呢会跟大家来做一个示范，这样喝水。Don't drink like this. 不要这样子喝，不要灌水，然后不要这样子灌水。This is more important. Don't drink like this.不可以这样子来做这个灌水。We can take a little, see, like that. 我们可以喝水。So the concept is the water which you are drinking should not go to stomach. That's all. 我们的这个水，它喝下去不能够马上进入我们的，在我们的这胃里面。那我们喝很少的水分，那慢慢的话流到我们的这个喉咙，我们的这个颈项这里，在还没有吃饭前喝少少的水分，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有一点这个是比较这种的辣椒是比较辣，或者是比较口渴的时候我们可以喝，在吃饱饭可能我们感到不舒服，可能我们需要一点水分，我们可以喝水，但不要喝太多。然后第一接下来的重点的话，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不可以看电视机，当我们看电视机的时候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脑呢就注意在这个发生的事情，不是在注意力呢放在食物。我们看这些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片，这个电视里面所有的我们身体会产生的这种的消化的酵素，是由不是给食物的消化酵素。其实电视机呢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不要看电视机。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不看电视机，把电视机关掉。那好，现在我们在作为一个是人体解剖的疗法做一个总结。那我们讲到这个人体解剖的这个疗法呢，我们的身体它会自然的会来修复我们的身体的各种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它不能够恢复这个健康？
为什么不能够做修复呢？是因为有五种的原因，然后它的发生的原因跟它的解决的方法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身体里面用的营养的元素，这是维他命或者是矿物质呢，它的品质它的质量是很差的话，我们不能够自我的修复。然后我们这些身体的这些营养的元素呢，不管是维他命或者是这个矿物质，它的品质质量很差，我们不能够医疗自己。如果我们的身体的血液这个数量是不够的话，变成了贫血，不够这个血液的话，我们不能做自我的治疗。如果我们的心灵它崩溃，我们的身体这个结构也是崩溃，那我们的细胞里面的智商它如果是变成了这个不能够正常的操作，那么身体就不能够这个健康。如果第五个就是我们的身体如果有很多种的代谢的废物它不能够排出外面，我们也是得到治病。我们必须要将这些代谢的废物排除在身体之外，我们之后呢就将好的这种的食物呢营养把它带入我们的身体，这是不同的这个课题。然后我们需要五个小时来作为这个讲解，然后这是我们的录影屏视呢将很快的这个在市面上这个上市。然后我们在这个录影里面呢是告诉大家如何来调理这五种的原因，然后我们将调理的话这五种的因素变成一种的因素，所有的这个问题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血液变成了污染，变成了肮脏的血液是真正的原因，然后我们将身体的血液把它净化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治疗方法。然后我们把这个治病呢分成两大类，然后有些治病呢两大类，有些是从外在的这个因素，有些是内在的这个因素。如果任何紧急状况或发生的意外，我们必须要去看医生，我们需要有这个药物，需要有这个医生，需要这个医院去做求治疗。如果是内部的内在的因素产生的疾病呢，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我们已经将所有的这个疾病的名称呢已经列下来，那我们比如说呢就是有这种的高血压、高血糖或者是有气喘就癌症，然后怎样能够将我们的身体的血液把它净化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正确的这个食物的食用方法，我们怎么样的正确的方法来饮用这个水，我们的正确的方法来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睡觉，我们用这个身体的活动叫正确的活动。那我再这个是再重新相信提醒。然后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呢，饥饿来的时候我们再吃，在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将嘴巴嘴唇把它关掉，在吃的时候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食物的本身，我们要祈祷然后再来吃。我们在这个细嚼慢咽的话，慢慢的把它嚼成的这一体才吞下去。那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不可以喝水，不要看电视机，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讲话，不要看书，然后不要跟我们的孩子坐在一起吃饭。然后我们这个吃饭我们要冲凉了过了45分钟之后才能够吃东西，那么吃饱了这之后呢，我们要等2.5小时之后才能够冲凉。在我们的治疗的疗法里面没有任何食物的限制，你可以吃任何的食物，然后只是要避免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吃太多这个是外面的这些餐馆的食物，所有包装的加工的食品不要吃，所有有酸性的食物的话尽量的这个避免，我们要吃的话是家庭自己烹饪的这个食物，我们所希望想吃的喜欢吃的东西就吃，不喜欢吃的东西就不要吃，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对于食物来讲，问我们自己的身体吧，如果我们喜欢吃的话呢就开始吃，不喜欢的话呢就停止。然后第二呢就是水分，我们的水呢不要煮沸，我们把它煮呢变成了有这个温度温开水可以了。
那么不需要将我们的这个嘴巴这个关，我们要将嘴巴关了起来，那慢慢的再喝下去，然后一口水分这个四次，慢慢的这个来吞下去，慢慢的咽下去，不要用任何的滤水器，用这个泥土，这个我们这个是泥土做的渗水器，用白色棉花布来作为这个过滤这个水，然后用这铜器来渗我们的水，水的用量的话没有任何的限制，问我们自己的身体，每一天所需要的分量呢都是不一样的。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讲的空气，不要用任何的杀虫剂或者是蚊香或者任何的这种的这个驱蚊剂，必须要记住的，我们需要有新鲜的空气的流通，我们的这个是空调的空气的温度的话是以这个室温来作为一个标准，我们用这是空调，有这个空调能够将外面新鲜的空气吸进来的空调我们才用，如果能够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呼吸的这个锻炼，每一天晚上的话我们必须要躺坐最少8个小时，不需要睡觉入眠，如果睡眠能够入眠的话就入眠，不能入眠的话就关我们眼睛就躺坐，不要用任何的这个安眠药，我们只要坐坐，然后过后的话就睡觉，就躺着睡觉，好过你直接睡觉，我们还没有睡觉之前呢就坐坐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我们必须要做这个我们的身体锻炼，如果那些人有做很多这个劳动而这个工作的话呢，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如果没有锻炼的话，现在就是需要锻炼了，然后我们应该有教导大家有关9种的关键的运动的锻炼法，然后我们每一天的话呢都要用10分钟到15分钟时间来这个做我们功能的锻炼，如果能够跟随做5种的方法，然后每一分钟就有3000万新的细胞就会重新，所有的器官变成新的器官，所有的疾病将会去除，然后1年内我们的身体变成了健康的身体，我们可以活到360岁，然后请不要马上停止你的吃的用的药物，我们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将这个药物把它减少，每一个步骤呢慢慢的减低，然后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同样的分量的药物，然后用我们的方法，然后到2-3个月之后呢，我们就用这75%的分量，然后5到4个月就拿这50%的分量，然后第5个月的时候就用25%的药物的分量，然后第6个月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停止所有的用的药物，所有的治疗法都可以停止了。然后过了这6个月，用我们这个方法，这治疗的方法的话，到我们终身，那这个叫做人体解剖的这疗法，这是我们自我的治疗的这医疗的方法。然后现在我们老师呢会告诉这个自我的介绍，我怎么样来找到这种的这个治疗的方法。那我的名字呢是 Hila Baska， 然后我是来自印度 Tamil Nadu。关马杜西蒂，然后他是丹尼尔人族，然后在他这个儿童的时候呢，这很多种的疾病，他是身体慢很多这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深浅，然后有这个肚子痛、胃痛，还有头痛都会时常会发生，然后在5岁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是羊癫都会发生，然后在学校是穿这个戴这个眼镜。然后我经过很多种不同的这个病痛痛苦，我用了很多各种的药物，很多种的身体的检验的报告，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案。我本身是工程师，我是土木工程师，我在不同的公司工作过，我吃了很多药，每一天的话都有一个这个注射的药物打针，很多这种的治疗法，然后最后我变成了这个发疯了，然后医生告诉我我是一个疯子，是精神有问题的病人，然后给我更多的精神病的药物，然后最后我已经这个很这个厌倦了用这个药物，然后我马上的话将这些药物把它停止用，
然后我在3年里面就睡在这病床，然后我就在床上呢就研究各种各样的治疗法，然后什么是我们的身体，然后怎样能够来治疗我们的身体，然后我学习很多不同这个替代的传统的医疗法，来不同的这个是针灸有关这个止药法，然后有关这个是止药的这种的来感触法，有 Reiki 这个能量 Prana Prani 的这个治疗法， Warma 有这个是手印的木转，有自然疗法 Homeopathy 顺势的疗法，然后他学习了各种各样的传统或替代的疗法，道路也是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然后我通过了读不同的这个书本，然后到处去寻思这个求道，然后我在这个是是不同的这个是本科就没了，然后很多是给错误的这种的资讯，然后我自我的研究我自己，然后我找到这种的方案，很多这导师帮助我，然后我第一个老师是 Rangaraj， 然后第二个老师是 Vedatri Maharishi Dr. Rahma，他是这个是 MBBS 阿诺巴蒂，我们我曾经这个很多的老师跟随老师学习，在不同的这个老师那边学习，很多这书本上学习，然后我做一个总结，我们可以自我的作为这治疗，我们可以自我治疗，然后我找到了这个答案，然后我跟随，然后变成了一个比较精神病的巴斯克，变成了这 Heal 巴斯克，有一个不好的生病的巴斯克变成了这个是养生的导师，有这个非常虚弱的巴斯克变成了非常强壮的这个巴斯克，然后我的工作，然后我要把工作辞掉，很多人在这个各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种的病痛，很多这个制药的公司在欺骗着我们，然后我们知道全世界这些制药公司的老板呢，所有世界的制药的老板只有一个，这个公司的名字 The Crown Corporation， 然后 The Crown Corporation 呢是由13个这个家族沃克菲勒、罗斯柴尔德、阿斯特、罗塞、梅尔宾格、格鲁、麦当劳、迪斯、肯尼迪，然后13个家族所管的这个公司都在欺骗着全世界，他们没有自己没有用这个药物，他们没有用这个药，他们不会去开刀动手术，他们用这个知识，他懂得怎样来治疗自己，这是他们自己的身自己的家族来自我治疗，有大概有6000个人在那边，他们在欺骗人民，然后我找到这个答案，然后我遵随着这个方法，然后我变成了非常健康，然后所有的治病都脱离了，然后我要将这个知识在这个本科里面呢，很多种的是Wikipedia 的话呢，所有的好的资讯他把它拿走，不好的资讯的话这个是插进去里面，为了自私的利益，他们不是印度的这个家族，他们不是穆斯林，不是回教徒，他们也不是这个是基督教徒，他们是叫做伊姆罗迪的这家族，他们是这个秘密的这个组织 Lucifer， Lucifer 呢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是女神的 Lucifer， 那非常重要的话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本身身体的结构的制造，然后请跟随着我们所有的这个方法，然后我们看这个我们的录影平时的话重复再看再看，然后只看一遍的话可能我们不会明白，然后每一次重复的再看的话我们将会更明白，会更了解，然后将这个录影带呢送给我们的亲戚朋友身边的人，然后我们可以重复复制这个 video 的 VCD DVD 啊，不需要任何的批准，没有任何的这个 copyright， 我们是要将这个知识把它宣广广传，不是为了这个商业的利益，如果有生病的人就将我们的录影带把它看完，我们可以自我的治疗，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疑问的话，然后我们在 website 里面可以看到这些电话或者是电邮，然后可以看到这些我们的这个录影带里面，然后可以联络我，或者是可以见我，可以来见我，这个是来见我，这是 John， 这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人。
我们会帮助你。我们在这里的话是准备在帮助你，我们肯定会获得话更加的健康，不需要任何的医药治疗，不需要任何的手术，这是非常经济化非常简单的。那感谢你们各位的这观看。那其实这个是第一步，其实我们一共有21个课题，因为不同的这种的喜欢的观众呢，所以我们是第一集，那这个叫做人体的解剖疗法，那是自我的这个治疗的艺术。然后我们还有接下来全部有21集，然后第二个班的话呢，就是来清除的这个障碍，然后怎样将我们身体所有的废物、所有的代谢把它代谢出来，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生病怎样生病，怎么样能够自我治疗。我们有这个伤风啊，流鼻涕啊，然后我们有这个是呕吐啊，或者是泻肚子，我们有泻肚子，然后有发烧，我们有这个发烧等于跟姑娘，然后我们有这个是病毒所带来的病痛，我们可以自我的治疗，然后请等。有耐心的等待，第二集将会这很快的这个出场。然后第三集是有关这个是 taste， 这是我们的味道，赏识的味道的这个疗法。我们有6种的味道，有这个是甜，有这个是酸，有这个比较这个辣，有这个酸，有这个是天酸苦辣。不同的这个味道呢，不同的能量进入我们的身体，不同的这个味道的转变呢，是能够治疗我们的身体。这是第3集，然后请等待。然后第4集的话呢，就是讲到 yoga 和这个禅修禅定。然后第5的话呢，就教我们有关这个是关节的锻炼法，有教这些 yoga 的这些是身的体位法，我们将教有关休息的方法，稍微啊算了，我们有很多很多这种休息的这个 yoga 的方法来教大家，有这种是呼吸的方法，然后有刚才说老师所讲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呼吸的方法，老师会教我们。然后这禅修的话，禅定的话，不同的禅定禅修的方法 Gamasana Meditation, Chakra Meditation, Guru Dasan Meditation, Jodi Dharam, Vasi Yoga， 很多很多种的禅修的方法会跟大家来做这个教导。然后第6的话呢，是我们怎样得到这个进化的心灵，我们有意识、潜意识和超意识3种的这意识，然后将这种3种的意识呢变成了非常的这个平静。然后我们有这种的压力，有这种的紧张，怎样将这个压力和紧张把它消除掉，然后怎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得到成功，怎样我们能够在工作上在事业上能够成功。然后有关这个心灵意识的话，我们需要有10个小时时间，这个我们的心呢好像这个一只狗，我们好像是能够像狗这样子来做操作。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懂得我们的心灵的意识的话呢，就是能够来操作这个狗。如果它不懂得我们的心灵的话，这狗就会咬我们。第7的话呢，就讲有关这个开悟，然后我们怎样能够得到证悟开悟。然后第8呢，就是问答时间，然后有这个问答的话，有关我们的身体啊，有关我们的心灵啊，有关我们的意识啊，有关我们的智能等等，几百种几千种的问题的答案。然后第9的话呢，是专谈这政治，然后我们会跟大家讲解每一个国家它的这个政治，正确的政治活动。然后第10集的话呢，有70个不同的课题，然后我们讲有用这个 banana 这个 leaf 来将来作为这个治疗，为什么这个车它会发生意外，怎样来避免。然后70个课题我们将会这个开讲。然后第11的话呢，是自然疗法 anima voluntary， 用这个香蕉叶的这种的木椅，用这泥土的这个治疗，用看这个太阳，用这个断食法，我们很多的课题将会开讲。然后第12的话呢，是有关这个 Watma。 然后13的话呢，是讲有关这个 Mudra 这手印。然后第14的话呢，是爱的这个力量，然后夫妇之间怎样能变成非常的亲密的关系，然后不要有这个争吵，
那变成了这个非常爱的这个一对的亲爱的夫妇。然后我们第十五个课题是有关这个股票市场，为了股票会上会下，只要在股票里面会得到这个胜利。然后第十六集有关家庭的教育，不需要将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我们可以自己的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在十五年里面，我们可以教的孩子十五种的语言，所有的科学，所有的数学他都能够掌握。然后第十七集是有关这自然的这种的教育，不需要这个化学，我们怎样来种植。然后第十八的话是 Vastu， 是有关这个风水，这个建筑的这个风水。然后第十九呢是星象学 Astrology。 然后第二十的话呢就怎样来照顾我们的婴孩。然后第21集的话呢是特别的是女性的这个自我的这个提升。然后第二十二的话呢，第二十二集的话就是自我的怎样来自己做生意，我们不需要到外面工作，怎样在家里面都能够赚钱。然后请这个等待这22个不同的这个课题。那今天大家看的是22集里面其中的第一集，这是叫自我的这个人体解剖的疗法。然后请等待第二集，很快的话就会上市。有任何的疑问呢，任何的资讯可以来联络我们。然后在这个video 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话，我们的 website， 我们的 email， 我们的电邮。我们有这个英文的，有这达米文的，这个是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然后请联络我们，我们来这里的话呢是要帮助你，我们不是任何的要来做生意或者是有商业的用途，我们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资讯，这种的智慧。你可以将这个知识智慧呢要传达给你身边的朋友，然后我们很快的话将这个整个世界变成了非常的安宁，非常的快乐跟健康的身体。我们是缺少的知识的话呢就会变成了疾病，然后我们呢如果有了知识，我们就有了健康。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的录影片，我们非常高兴的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资讯，然后非常感谢感恩大家。 This video we have taken, so we have looked at the person who involved in this video. 然后我们这个拍摄这个录影平时的话呢要感谢三个人。One is me, I'm Peter Bosco. 然后第二感谢的话是我自己本身呢，是我们的老师自己本身，是 Hero Baska Baska 养生导师，来自印度。I already explained myself. 然后刚才已经我们的老师已经做自我的介绍。You can contact me by through my email and email website and phone numbers. 然后大家可以联络我们的老师，通过这个电话或者是电邮这个网站等等，可以联络我们的导师。Second one is Mr. Dr. Warma John. 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 Warma John， 就是我，这个是翻译员。He will explain himself. 然后我会将自我介绍。First I'm very thank you, Mr. Warma. Very kind of you. Yeah, thank you. Very good job.那老师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工作，然后我来协助他，这是 yeah, this is my heart. Also want to thanks our Hero Baska to share this in Mandarin, English and Mandarin. Actually, the translation is not a simple job. 其实来讲说翻译的话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Whenever I speak, we have to listen all the words. 然后在讲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听所有的这个词句。Then he had to translate. 那马上的话要做翻译。Immediately I speak, he had to listen. 然后马上听，马上就要讲解，马上要翻译。Speaking is very simple. 讲的话是非常的容易。So translate is very tough. 如果要翻译的话是非常困难。He can translate why?然后非常，因为他是讲说我翻译的非常好。He absorbed all the techniques by watching reading books, studying reading books. 因为我本身的话呢，是通过这个书本，还有在 YouTube 里面的评视，我要多次的这个观看来学习。
Again, I'm heartfelt thankful, Mr. Verma Chon. Thank you, sir.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后我们的希罗巴斯克非常感恩我做这个翻译。The third person is Mr. Arvind. 然后第三个人呢要感谢的话就是 Arvind. He will tell you about him. 然后他会自我的介绍。 We three person together and we are giving you this meeting. 然后我们三个人合起来的话呢将这个呈现给大家。 He's running Arthan Rama Sabha in UK. 然后我们这个阿明老师的话呢他是做这个阿达亚纳这是中心。 So first I permit Mr. Verma Chon to speak about him. 然后我们的希罗巴斯克叫我做我是 Dr. Verma Chon 然后来跟大家做介绍。 大家好。 我的名字呢是叫卓辉明，然后很多人呢是叫我 Verma Chon， 我本身是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然后在八年前，然后到来这个吉隆坡，然后现在吉隆坡开业，我本身的专业呢是中医营养师，我也是传统的草药师，也是中医骨伤推拿师，现在有在吉隆坡。 是在镇江北区这显泰庙里面这个有开一个诊所，那我本身呢是从事自然疗法跟中医呢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然后采用天然营养的保健品，然后中国道地的中药和本地的生草药和印度的草药来作为这个治疗，我本身的专长呢治疗的这个。 专业是在治疗这个骨刺，有些人他们有骨质增生，或者是这个脊椎的错位，或者是中风、半身不遂、风湿、关节炎等等的这个痛苦，都能够来找我，因为我本身是师承叫黄氏医师、大肚牛华山的草药医师，我跟他学习已经有超过这5年的时间。 那采用这个华山整脊的手法，还有华山生草药贴，已经治疗了很多这有病患者，有关骨刺增生的，有中风的关节炎的，贴打损伤的，他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吃药，不需要打针，然后只要用这个华山生草药贴，用这个华山的整脊的手法，就能够在一次的这个。 一个疗程或2个疗程就能够治好他们的病痛。那我本身呢，第二个专业是骨伤推拿，我师承是黄宝明骨伤科的医药博士，在马来西亚呢，他是医总的秘书长，专长呢是在骨伤跟筋伤的医疗，学习如何来调理有些人他们有这肩颈腰酸背痛的方法。 然后在治疗法的老师呢，我有跟过这个印度的 Professor Nagama Professor Sundam 来学习印度的 Vidyatri Maharishi 的这个 Yoga 法，还有印度的传统的 Verma 点穴疗法 Verma Kali 这种的很传统的点穴的治疗方法，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都能够医好人的很多种病痛。那有关学习的话，有学习到 Kayakapa Yoga。 这长生不老的 yoga， 有跟过这个来自新加坡的 Master Albert 来学习泰北的 Toxin， 这个是木锤的疗法，用 Toxin， 因为我的朋友这个也是我的这个老师 Master Albert 呢，他是跟过这个 Wat Prom Dang Si 的龙波比达来学习这个 Toxin， 在泰国，然后将这个方法传给我。 然后我现在呢，要会将这些印度的这个 Kayakapa Yoga， 还有印度 Vidyatri Maharishi 的这种的方法，联合到我们的老师 Hiromaska 的方法，这是 Autonomic Therapy， 人体解剖疗法，自我的疗法的艺术。因为我看到这个自我疗法的艺术呢，能够了解到学习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这5大的因素嘛。 要如何来操作自我恢复的系统？因为98%的病痛呢，能够自我的治疗，得到这个康复。
那怎么样能恢复健康的身体，然后得到快乐的心灵？那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学习，然后我们可以将在每两个月请这个我们的老师 Hilo Baska 到来马来西亚全马各地主办这些讲座会，主办这个是养生这个营，来给传授这个知识给大家。我们将在这里的话呢，每两个月呢跟大家这个来做这个分享，我们的 Hilo Baska 亲自会来做这个排毒养生营，他会亲自来主讲和主持。如果有个人的或团体的来做资讯呢，或者是健康养生的这个辅导，我们老师会教这个 Naruma Yoga 五合一的养生的 Yoga， 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治疗的方法。然后大家可以联络我，我的手机电话呢是012-404-8966， My handphone is 012-404-8966。我的电邮的话呢是 johndoe2775@yahoo.com， 我们在录影上会放弃 johndoe2775@yahoo.com。然后请大家如果要多了解有关这个人体解剖的疗法，有华语讲解的话呢，小弟可以跟大家来做个分享。然后我们希望大家等到我们的第二季第三季的话呢，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知识，谢谢大家。 OK sir， This anatomic therapy now become Chinese also。 那我们已经有将这个人体的解剖疗法把它变成了有中文版。 First time in this world we are giving in Chinese language。 然后是第一次在这世界上呢以华语来作为这个公布。 We three people made this。 那这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的努力的结果。 I know I'm Hilo Baska。 然后他知道他自己本身呢是 Hilo Baska， 来自印度。 He only translated Mr. Varma John。 那我是翻译员呢是 Dr. Varma John。 This arrangement made by Artha Nyana Sabha。 然后由这个主办单局呢是阿德亚纳中心来主持主办。Thankful to Artha Nyana Sabha, thank you sir。 那我们非常感恩的阿德亚纳先生呢来这个主持这次的这个讲座会。 You have done very big job。 然后很好的这个工作。 By this job many Chinese people will get benefited。 很多这个受中文教育的华人的世界呢将会受益不浅。 Now sir, Mr. Sankar will tell you about theArtha Nyana Sabha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organization。 然后我们的三个这个先生呢会告诉我们有关阿德亚纳中心的这个开始的介绍，也是他们每一种的活动。 Thank you。 谢谢。是来自这个是阿德亚纳中心的桑嘎先生。我们是在这个吉隆坡苏北。Okay,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wish really a deep thank to Mr. Baskar for the contribution。我们非常感恩 Hilo Baska 来自印度的这个 Baska 来到这里的话呢，来给我们做这个讲解。Same time, of course, for Mr. John.Translation。 然后也是感恩小弟为大家来做这个华语的翻译。 As mentioned by Sir Baskar, I hope this record talk or the mention will be beneficial for all the Chinese speaking people。 然后好像我们的刚才Hilo Baska老师讲，能够这个影片录影形式的话，能够带来给华语的听众各种的这个健康。Artha Nyana actually started in the year of 2006。 Artha Nyana中心呢从2006年开始。 Our main aim is to promote holistic knowledge。 然后我们的主要的宗旨的话呢是全方位的知识来作为这个分享。 Basically on spiritual on Hinduism。 然后尤其是在印度教新度教的这个知识。 So we have been done a lot of courses, training, seminars to benefit from the whole Hindus。
然后我们已经主办了各项的这些讲座会，各项的这个训练课程，然后来利益很多种的印度的同胞。然后我们有主办很多这种的 cyber 这种的文化的教育课程，然后有主办很多在印度文语言的这些课程。We also run successful astrology classes, Tirumurai Padangal. 然后我们有主办了这印度传统的星象学，还有第六这个 Gulay 的课程。We have done many seminars. 我们主办了各项的这个讲座会。We invited professional speakers. 我们有请这个专长的讲师。Gurus, masters.有很多这个大师，很多这个老师到来这里主讲，很多来自这个印度，来这里跟大家来做这个分享这种的知识，对马来西亚的人呢来作为一个分享。然后我们有主办各项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有关健康的活动。然后我们有请各种的保健养生的专家来这里开讲这个有关这个健康的课题。那我们有讲过有关印度瓦玛格勒传统的点穴疗法。我们有主办的这个基础的新都教的课程，有印度文、丹米尔文的语文课程。我们有主办各项生意的这种的研讨会。有很多这商业的会议，有来推广这些印度同胞的大家的网络，有关是马来西亚的印度人的各种的生意人。将来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将会来主办，然后请大家注意，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联络处，我们的这网际网页，我们的这个面子书，然后请各保持联络我们。然后来再次的我们来感谢，然后感谢我们的 Hero Bhaskar， 我们的养生导师，还有小弟本身，这个是 John， 王焕 John。然后能够完成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工作，然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Thank you. Finally, I'd like to thank. 然后最后呢，我要感谢 Mr. John and also Mr. Sibaskar. 好的，我们要感谢呢，这个是 John， 就是小弟本身，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师呢是 Hero Bhaskar， 来自印度的这个养生导师。Done a fantastic job. 然后能够。这个完成非常好的这种的工作。On behalf of Mr. Arvind, who is the main director of this Atayana Center. 然后为了代表我们这个是主持人 Atayana 的这主持。Wishing all the best. 然后请这个跟大家这个是祝福大家。To all the viewers in the world. 然后是所有全世界的这个观众。To benefit. 能够带来给大家利益。From all of us.所有的我们的课程，所有我们的活动。Thank you. 谢谢大家。Contribute to Anatomic Therapy Foundation.Thousands of people are being benefited through free downloads of Anatomic Therapy DVD and books. It is our prime concern to translate Anatomic Therapy books and DVDs in all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o that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re benefited. Friends and well-wishers of the Anatomic Therapy Foundation are requested to donate liberally to the noble cause of spreading anatomic therapy worldwide. Bank details for donors. Account name: Anatomic Therapy Foundation. Bank: State Bank of India. Account number: 3361841714. Branch: Kovai Pudur, Coimbatore 641042, Tamil Nadu, India. IFSC code: SBIN 001 5472. Free downloads. People can download Healer Bhaskar's audios, videos and PDF books from our website www.anatomictherapy.org or subscribe our YouTube channel and enjoy free downloading. Special 5 days residential camp. Healer Bhaskar is personally conducting the 5-day anatomic therapy program at NISTA, International Lifestyle Training Center, Coimbatore. And some volunteer people who can conduct 5 days camp at Chennai, Vellore, Tiruvannamalai, such various places. Contact phone number +91 8870 66 6966. Email anatomictherapy5dayscamp@gmail.com. Amediyum Arogyamum Monthly Magazine. Healer Bhaskar has undertaken the work of publishing a monthly magazine called Amediyum Arogyamum. This magazine will have enriching new thoughts of Healer Bhaskar and accounts of various healing incidences in the workshops conducted all around the world. Additionally, articles for natural food, technical expertise in astrology, new arts and various useful matters will be published for benefit of the readers. Contact phone number +91 8883805456. Email amediyumarogyamum@gmail.com. Website www.amediyumarogyamum.com. One stone, nine mango. The grateful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Little things makes a big difference. Just mail to onestone9mango@gmail.com. You can get 9 reply mails with an attachments of Healer Bhaskar's audios and PDF books. Mail ID is 1onestone9mango@gmail.com. Healer Bhaskar's program arrangements. People can arrange Healer Bhaskar's program in your places, schools, colleges, villages, apartments, public places and organizations, etc. For contact, Mr. Srinivasan. Phone number +91 8056 44944. Giri Aiya Publications. People can purchase Healer Bhaskar's DVDs, books and other authors' DVDs, books from Giri Aiya Publications. The public can get benefit of utilizing them. For contact, phone number +91 9629 03 2767. Email giriayyapublications@gmail.com. Website www.giriayyapublications.com. And people can use this website for online purchase. Phone number +91 9944 22 1007 and 9842452508. Email anatomic therapy treatment at